经过询问，这只猴子是从一个越南人手里买过来的，说是要给那个他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母亲治病。 出来的时候，它是比较奇葩，这样的。因为出来的时候，它是因为一个人营养不良啊，被受到惊吓了嘛。出来的时候，它就躲在一些格笼子、一些阁楼里面，它还不敢出来。慢慢的嘛，牛奶喂它之后，慢慢的喂它香蕉，它的面包虫子给它吃之后，它慢慢就对我们就比较信任。只要笼子一打开，它马上就跑到人身上抱了。你各种地方的坐人和事情，它都会跑，你脖子上抱了，不放开。 通过饲养观察以后，如果它全部恢复健康了啊，然后我们就那个跟那个森林公安那边联系一下，在它原来在的地方或者能够生存的地方进行放生。